90后年薪10万，觉得还可以吧，就是毕竟还年轻嘛。90后男生年薪10万，应该是他起步阶段吧。应该是他努力奋斗的阶段了。我觉得这个可以就是分层段吧，就是如果你是刚开始就业的话，我觉得年薪10万的话也还可以了，然后但是到后面的话就慢慢自己发展的话，我觉得也应该可以达到10几20万吧。10万挺好的呀，我觉得90后的话他们还有很多发展空间。对，所以说年薪这种东西能过就行。